欢迎收看股海老船长。台北股市啊，今天啊涨了109点哦。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哦，今天的成交量1000亿都不到，所以它只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架构。大家明白意思吗？好，我们不相信的话来看一下哦。你们每天呢收看我的节目啊，就是要看这个嘛。好啊，老船长不小气的啦，这边是加权指数啊，虽然今天昨天都上涨，但是呢它整个短线长线还是空头架构，所以我们将它视为反弹啊。那明天会不会继续往上弹呢？啊，明天的事再说啦，因为我们没做指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关心的是个股啊。那大盘先了解之后，大家就怎么样，要稍微保守一点，因为毕竟是空头架构嘛，对不对？那老船长啊，我们盘中哦痴痴的等，诶，那你在等什么啊？我在等我的老叔哦发 call 讯给我啊。可是老船长你知道吗，他除了解盘以外还是解盘，我们手上套牢的股票他叫我们买的哦，他都怎么样装作不知道，要不然就叫我们怎么样再加码再摊平，哎，他把你当中央银行了，是不是？这一种你参加之后你就知道是纯表演啊，把你当猪脑袋的。其实盘中大家不需要等，哎，老船长这话怎么讲，很简单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边有一个情境，有没有？对，你只要把它哎点下去哦，盘中哦，盘中就告诉你什么样的股票你可以来做买进的动作。好，不相信，我们先来看亨达投顾点下去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就会看到今天这些股票哦，盘中的时候不用靠你的老师啦，盘中的时候呢，哎，电脑人工智能电脑选股哦，1000几百档哦。帮你筛选出这些，然后我说过这个、哦、没有什么量的，我们就把它杠掉，不要看哦，不要看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什么量的、哦、纵使它涨停锁我们都不要看啊、哦、老船长教大家，那你想想看哦，这样子筛选完之后啊，我们再找那个比较强势的，这样子你这前面这几档你一看就知道这一档量最大最强势，对，它叫加金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嘉金，等一下啊、哦。那么嘉金之外，还有这支重达哦，这支重达，这两支都是有量的啊、哦。那1000多张还好啊、哦，这个是瑞奇电通，这还好。光看嘉金跟重达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嘉金啊、哦。哎，那嘉金呢？我们盘中电脑选出来的时候，哎。你能不能买？可以，这边啊，这边呢，盘中电脑就选出来了。我说过，它选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又有量啊，又是什么名门正派的，是不是啊？嘉金买进去，砰砰，哦，锁9000多张，要不要卖？都可以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来看一下，它在这个红船长，哎，短线今天翻多，看到没有？短线长线一直都是多啊，没问题啊，这边一直都是多啊，这个是短线的，这长线的做股票你有怎么样科学的依据，好棒棒。那你盘中如果没有安装红船长操盘系统，电脑没有跳出来叫你买嘉金，你是会忘记它，因为1000多档股票怎么会记得它呢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如果你有安装的话，很漂亮，这里买这里嘎掉，明天发生什么事不管啊、哦。那除了嘉金之外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一档啊、哦、这一档叫做什么，哎，重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重达，重达可不可以买啊、哦、当电脑建议我们买进的时候，在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买进去，也是一样咻嘣啊，老船长没有锁也没关系啊、哦、这个过程你从这里买，对不对，到这边啊，有接近涨停或是涨停板，你都可以怎么样，对，把它冲掉干掉做肥料，因为它没有锁，没有很强劲，对不对？
今天打勾获利了结，明天打叉怎么样不关我们的事情。那大家可以仔细用你的眼睛看一下哈，这个很清楚哦，盘中一千几百档，我们的系统啊帮你筛选出来之后只剩下这几档，算了一下有四档涨停板哦，这个中间哦就有怎么样四只涨停板哦。诶，大家去想想看哦，你呢盘中在等 call 讯，你交了这么多的会费对不对，你没有等到，每当你等到的时候就叫你去追高，然后怎么样就套在里面摔死就不管，节目上继续大赚继续表演。哎呀老船长，我们真的是像你说的被人家当猪脑袋在涨，没有错啊，老船长的忠言你都是逆耳嘛，对不对，不听不听不听啊，那没办法了啊。那你看看我们就不一样哦，昨天盘中选出来五只涨停，今天四只涨停，现在我再说一次是空头架构的反弹，对不对，你呢像热锅上的蚂蚁急着哇要赚钱，可是呢你等不到 call 讯，是不是，因为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师也知道你距离解套啊还有七八根涨停板，对不对，那怎么办呢，他也不敢发 call 讯叫你砍啊，他怕你说要退费啊，是不是，哦原来投顾老师会怕这个，你不知道跟你讲内幕啊，阿呆农啊，真的是哦。好，那你想想看这些股票哦，如果你有安装红船长操盘系统，你会不会觉得每一天都好好做，对不对，几乎啊都可以去买完之后哔拉涨停锁哦，那种感觉真好，把它嘎掉，昨天也赚今天也赚，哪一个投顾分析师会比红船长操盘系统要来得强，不可能，所以你宁愿花钱呢哦，交这么多会费被人家当猪脑袋宰，你也不愿意相信人工智能电脑运算，那老船长也是佩服你啊。当然你会说哎，老船长是这样子的齁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了齁啊，不晓得会不会齁啊，那怎么办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推了一个怎么样中华民国啊投顾软体啊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，就是我让你试用啊，免费试用啊，那么这个限制名额是一定要有的啊，那为什么敢让你试用，因为两个字讲完呢、啊、神准，是不是，你这一阵子一直看我节目哪一天不准，全部都神准，而且我一直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电脑会帮你在盘中选出股票来，你买的很安心，当场嘎掉，盘中赚的钱就可以安装一套一整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，那现在啊，我再给各位一次最后的一次机会，让你打电话进来，今天打8101啊0630，打这一支 QR code 照一下啊，如果你想要盘中啊，对电脑告诉你不用再等 call 讯了啦，对不对，你等不到的啊，等到搞不好都是来害你的，是不是，那如果你希望这样子每天都有机会大赚的话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先讲，这个造假赔5亿8000万新台币，本节目内容属于说谎不实，我下十九层地狱不讨好死，请观世音菩萨作证，这样够不够，够了哈，今天没打电话没填表单的对不起哈，我这个哈免费让你安装的活动哈就先暂停了哦，你听清楚了，我只讲一遍，老船长是以诚信在这个业界立名的，听得懂吗，好，那你如果想要开名车住豪宅啊，那你就要觉醒啊，不要再跟那个掐柜腿有端的啊，放眼望去啊，中华民国投顾业只有我敢这么做，因为我认为真金不怕火炼，就是这么神准的操盘系统，它的名字叫红船长哦，你把我的话记住了，你愿意动作，你的人生未来会非常的美好，那如果说你不愿意动作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，每天盘中你看看现在是空头市场，选出来的股票如此彪悍，那多头市场不用讲，躺着买倒立着买闭着眼睛买压房子买随便你啊，对不对，现在是抢钱的行情啊，但是你却一毛都赚不到，为了下雷米，因为你永远跟着投顾老叔，然后怎么样，他带你买的股票已经套到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你这样的人生没有用，
把那些股票干掉，把资金集中安装一套，现在不用钱，赶快安装哦。哦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但是期限是有规定的，不是让你安装很长久，我是先让你安装赚到钱，对不起啊，你就可以来安装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今天很感谢你的收看，我的节目都实战不废话的，想发财，想真正发财的朋友，你就怎么样，打电话 QR code， 想要看那些头部老师把你们当猪脑袋的，看别的节目，不用看我的节目啊，因为我把你们当人，当好朋友，他们把你们当猪脑袋，你每天还准时收看啊，那是你自找的，不要怪别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五、四、三，这一通电话真的就会改变你的一生，开始拨打。